腿显得蓝方是我们的挑战者乔治，红方是我们的阿关。OK， 由我们的挑战者乔治先攻，五步都有站在节拍上。做了一些风车的变化，这属于在难度还有原创性上的分数。又做了一串扣脚风车变化，尚可的 AD pose。 阿瓜做了一个蜘蛛出场，又接了一个轴定，就可以得到难度以及一点原创上的分数。单脚摇滚步变化，一些故事性插脚变化，pose 也对到拍，这能得到一些音乐性以及原创上的分数。阿关又做了蜘蛛接彩力风车，接到 freeze， 并且对到音乐。乔治出场做一点回应，踩地风车。做了蛋转，接到侧头刷，又接了一个 freeze， 但动作有点缺乏力道，这会影响完整性的分数。出场跟对手做了一些互动，这是一个自信的展现，并做了一个逆手旋接单手倒立对拍，很明显可以得到音乐与难度上的分数。可是这里有点缺乏力道，动作不干净，这些失误可能会影响到它的完整性。失败，所以必须扣5点的积分分数。虽然有点可惜，但这场真的很精彩。